神兽金刚模型优惠特价！哇，神兽金刚模型特价！存钱罐里的钱不够啊！罗克，有没有想妈妈？妈妈，当然想你了。妈妈，可不可以一直零花钱呢？我想买神兽金刚模型。买模型得自己存零花钱，这星期的已经给你了。可是存的不够啊。不够必须再存，不能随便要钱。妈妈，你就给我零花钱嘛，要我干什么都可以的。真的。好吧，那我们签一个零花钱合约。合约？你每完成一个任务就获得一笔零花钱。没问题。第一项任务，搞卫生。虽说以前都是 UBIQ 做的，可我也行。 UBIQ， 你说你会监督我吗？开始了。你不是在拖地的吗？拖完了呀。拖地好难，好累啊。我来帮你吧。谢谢你啊，变成猫。你倒是帮忙啊。第二项任务，把柜子里的碗都洗一遍。哈哈，简单。哎呀，怎么这么滑呀？看来我不适合做家务。别灰心，你也一样。我们原码世界都是智能清洁的。UBIQ， 你帮帮我吧。看来只能这样了。听说你要找人打扫卫生，放心吧，保证干干净净。咦，好厉害呀！罗克，妈妈，零花钱。是很干净。我呢？依依付出了劳动，你却想不劳而获，这是不对的。谢谢阿姨。做客，通过自己劳动得到的东西，才能心安理得。第三项，买包子，任务完成。还省了一点买包子的钱。老板找错钱了。黑心的老板，是找多了。你神兽金刚模型又更进了一步。妈妈说的对，不能不劳而获，我要还回去。老板，你找错钱了。出了本店概不负责。可是找多了呀。哼，我是不可能算错的。我买了16元的包子，给了你50元，你找了我44元。哎呦，真的呢。为了表扬你的诚实，送你们两个新口味的包子。爸爸，家里着火了。我得赶紧回家看看，帮我看下店。谢谢惠顾。老板什么时候回来呀？是谁丢的呀？这么多钱。第一次看到这么多，可以买好多小鱼干呐。神兽金刚玩具足够买全套了。那还等什么？去买吧，剩下的给我买小鱼干。UBIQ 说的对，这个钱包应该还回去，失主一定很着急。你不是很想买神兽金刚的玩具吗？
虽然响，但是不能不劳而获。吃主应该没走远，我们去找找。老板，我要十个大肉包。哎，你们也来买包子吗？麻烦你们看下店。幸好找到了，吃主也很感谢我们。是啊，被人感谢的感觉真好。什么情况？最新款的包子店火了吗？听说新推出的公主包子很好吃呢。是啊是啊，口味很棒哦，不知道买得到吗？走过路过不要错过最新款的公主包子。国王，您在干嘛？女儿在店里面看店，我来帮忙宣传一下。您稍等一下啊。我说，你们到底还有没有包子呀？还有还有，让我们算算。有，没有？有，没有？没有了。有。麻烦大家稍等一下。现在怎么办呢？别急，你们把卡布召集过来，我先算算大概需要多少个包子。有BIQ。现场排队有30人，根据订单显示，他们中有6人各买20个包子，另10人各买10个包子，还有8人各买4个，剩下6人各买2个，即6×20=120，10×10=100，8×4=32，6×2=12，所以30个人一共需要的包子是120+100+32+12。等于264，店里剩余包子20个，264减20等于244，所以我们还需要244个包子。卡布来了吗？卡布，变成猫，我们需要一个包子生产机器。卡布，让卡布变成工具吧。卡布奔，卡布远，还有卡布追，卡布远，卡布追，还有卡布奔，变成鸟是学伴我们的工具。数学班卡布真神奇，卡布班卡布圆还有卡布追，变成鸟数学班卡布喵喵喵，卡布班卡布圆还有卡布追，卡布圆卡布追还有卡布班，数学班变成鸟万能的工具，数学班变成鸟卡布喵喵喵。还有卡布追，卡布远，卡布追，还有卡布班，变成鸟数学班万能的工具，变成鸟数学班卡布战神器，卡布班卡布远，还有卡布追，变成鸟数学班卡布喵喵喵，卡布班卡布远，还有卡布追，卡布远，卡布追，还有卡布班，数学班变成鸟万能的工具。卖了这么多包子，太厉害了，我要给你们零花钱奖励。还有奖励呀？当然，有劳动就会有收获的。对了，您家不是着火了吗？情况怎么样？其实我家根本没着火，是我儿子想骗我回家跟他玩。零用钱刚好可以买模型了。有您的快递。对了，妈妈交代的第4项任务，收快递。是神兽金刚的模型，是神兽金刚的模型。
妈妈，我 UBIQ 把今天的事都告诉我了，你做得很对，所以要送你一个惊喜。谢谢妈妈。不用我出钱，那今天赚的钱可以再买一个模型。签收请付款。啊，我帮你带定了，你完成任务有零花钱，还是要你自己出哦。啊，哎呀，不是零花钱。要零用钱干什么？你又出不去。可以存起来。存在哪里？这里这么窄。这里妙卡，你给我闭嘴。小朋友们大家好，我是猫老祖。合约是两个人对相同意思表示同意而成立的法律行为，是个人与个人间自治的表现，也是一种负责任的行为，可分为买卖合约、所有权合约及结婚合约等。所以平时与家人、老师、朋友相互之间的约定与承诺一定要审慎与遵守，这样才是一个有信用的人，也更让大家信任。说起神兽金刚模型，我也好想要啊。依依、欢欢出去玩喽，一起去森林探险吧。啊不，就是你，不是我。你们在干什么呀？事情是这样的，大肉包冰淇淋，大肉包冰淇淋。花，随便吃什么都行，你想好了吗？别烦，马上就有结果了。啊，花花说了多少遍，不要乱扔花瓣。不是我，还不承认？哼，我说不是就不是，花瓣。都是自己走来的，花瓣会走路，骗谁？反正不是我。就是这样，就为这种小事吵架，让我去劝劝他们。就是你，不是我，是你。得想办法让他们和好才行。哎，一巴，你看，就是你，有了。承认就不能越过这条线。哼，不过就不过，你也不能过我这边。UBIQ， 你站在哪一边？快选。是专业绑匪，超级大坏蛋。喂，你们的亲人被我绑走了，你们不着急吗？妈妈，爸爸，想救他们就得听我的，去学校操场等候指令，否则，你们要闯过三道关卡才能救出你们的亲人。首先比足球，你们将面对的是最强足球二人组。踢球？足球最讲究互相合作，传球踢球都需要相互分享和配合。龙哥好样的。组队，我一个人可以搞定一支球队呢。哼，我才不踢球。
算你厉害啊！奇才呀，怎么没去踢世界杯呀？没关系，还有第二个办法。接下来要比的是拼花环，谁拼得多就谁赢。你们的对手是编花界最强者花巫婆。虽然花巫婆很强，但你们两人可以合作，说不定能赢。嗯，哼，没必要。哼，用两根手指就搞定了。哼，我才不碰花花草草呢。哎呀，总有他们的短板吧。没关系，还没结束呢。最后一场比赛，重量考验，你们要举起这两块大铁饼，找出压在下面的线索。虽然很难，但是你们可以合作哦，一起抬的话说不定能抬起来。加减乘除。看样子只能使出杀手锏了。智能车要带你们去救人，但是要两把钥匙合起来才能启动车辆。你们干嘛？你们看，他们俩合作同一台车。哼，花花。爸爸。依依，我们被关在广场的火箭屋里，快救我们出去呀。等等，你们必须拿到放在钟楼上的唯一的钥匙，不然火箭屋就会起飞。本公主一定会最快拿到钥匙，拿到钥匙的会是我。我先来的。左梦，我的，我的，我的。我输了。刚刚你说那是唯一的钥匙。为了追求真实，我把唯一的钥匙放在外面了。有没有别的方法打开门？有，需要把门上出现的数字题答案放进凹槽。距离火箭屋启动还有1分钟。放心吧，火箭屋是不会起飞的。不，按你说的，为了真实，我给火箭屋安装了火箭发射装置。也就是说，真的会飞走。爸爸妈妈，依依，花花，快点计算门上随机出现的数字题。罗克，你怎么在火箭屋里啊？这不重要，你们快点算答案，答案就是钥匙。只能靠你们了。花花，依依，现在只能靠你们了，不然真的会发射的。题目刷新了，题目是以下三种图形分别代表什么数字。我知道，因为三个圆形是相同的数，所以18×3=6，所以圆形等于6。那三角形加圆形等于14，就是三角形加6=14，所以三角形等于8。那最后一个方形代表什么呢？这就和最上面的圆形一样了，5个相同的数相加等于20，
所以二十除以五等于四，所以正方形等于四。不错，答案是六八四。距离火箭起飞还有十秒，变成梦，让卡布变成数字钥匙。卡布卡布，让卡布变成工具吧。同时变成组合成阻止火箭屋飞走的往生火箭筒。了解。卡布翻，卡布卷，还有卡布追，卡布卷，卡布追，还有卡布翻。变成喵数学棒，万能的工具。变成喵数学棒，卡布真神奇。卡布圆，还有卡布追，变成喵数学棒，卡布喵喵喵，救救我，救命啊，救救我，变成喵，万能的工具，数学棒，变成喵，卡布喵喵，救命啊，对不起，小强，你受惊了。总算有惊无险。是啊，依依和花花好像也和好了。我不愿意承认错误，是我不好。我也有错，明明是小事却不肯罢休。对不起。我的计划看来是有效的。计划？这一切都是你安排的。罗特，你最好给我们解释清楚。博士，编程研究三十八级了，能出去吗？刚刚罗克泄露了密码。真的吗？是什么？六八四。小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猫老祖。SOS 是国际摩尔斯电码救难信号。由于海难事件频繁发生，不能及时发出求救信号，造成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。国际无线电报组织于1908年正式将 SOS 确定为国际通用求救信号。SOS 这三个字母组合没有任何实际意义，只是因为它的电码三个原点三个破折号再加三个原点，在电报中是发报方最容易发出、接报方最容易辨识的电码。光线发射方法为短光、长光、短光。至于罗克为什么用六八四，问导演吧。